好像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，发现窗户外的这个有一个小鸟在做窝，然后又过了一周呢，就发现那个小鸟在喂小小鸟，然后又过了一周，就发现这个小小鸟已经有点探头了，最后又过了一周，这个小鸟就已经趴在这个鸟窝的外面跃跃欲试，准备飞了。到了野生的小鹿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家附近